管子的、啊，它后面都是要接管子的，你看。嗯，在研究。应该要买那种可以不用接管的。这个也是啊。哦，这个、啊、SK 啊，这个也是韩国第三大品牌。哇，这怎样？哎呦，这拆个伸出来，缩进去，这怎样？那这个也颇贵，这都100多万。